这是一场传统的斯洛文尼亚婚礼，在悠扬欢快的手风琴声里，新娘披着洁白的婚纱，在新郎的陪伴下走进卢布尔雅纳城堡。始建于11世纪的城堡为这场婚礼营造出了庄严的氛围。在这座当地最古老的城堡里，用最传统的方式许下爱的誓言，也许是斯洛文尼亚人最心仪的选择。在卢布尔雅纳城堡，不仅可以远眺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美丽的风景，更可以感受这座城市的灵魂。卢布尔雅纳在斯洛文尼亚语中的意思是一个被爱的地方，正如它的名字，这座小城浪漫而富有诗意，散发着历史馨香的老城区，充满活力的酒吧街，风格各异的建筑让这个城市丰富多彩，生机勃勃，也让生活在卢布尔雅纳的人们深深爱上这个地方。卢布尔雅纳市区博物馆是斯洛文尼亚历史最悠久而得体的讲述者。这座始建于中世纪的博物馆，历经世事变迁，承载着斯洛文尼亚人的集体记忆。2001年，当卢布尔雅纳市政府准备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时，他们希望选择一位真正懂得卢布尔雅纳城市灵魂的建筑设计师。奥菲斯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施贝拉·维德奇尼克女士获得市政府的青睐，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杰出的建筑设计师，更因为她和她的家庭是这座城市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施贝拉对卢布尔雅纳的情感比任何设计图都更能打动做出决策的人，因为她让人们相信，一个带着深情注视这座城市的建筑设计师，才可能在博物馆中完整地保留卢布尔雅纳人对这座城市的记忆。So here we are in the cellar. Here you can see the cafeteria, which is done on original floor of the Middle Ages. And here on top you can see the floor of today's Ljubljana. This here is original road from Roman time. Ljubljana also was a Roman city. It was an army city at that time called Emona. 随着项目的推进，卢布尔雅纳掩埋于地下的历史缓缓呈现在人们眼前。卢布尔雅纳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在公元前3900年，卢布尔雅纳最早的居民在河边修建了木屋，他们以打猎和种植为生。公元15年，罗马帝国在这里建立了艾摩纳殖民地。公元6世纪时，斯拉夫民族中的一支斯洛文尼亚人抵达此地。公元14世纪以后，卢布尔雅纳归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直到1918年。丰富的历史印记给了施贝拉全新的灵感，他并没有按照博物馆原先古老的风格进行设计，而是用现代的手法在原来的露天广场上设计了一个3层的螺旋形走廊。So our idea is, as the layers of the history go and arise, we establish a kind of spiral, which actually represent also walk of the visitor. So the visitor starts the visit to know the city and to see the museum here in the here in the prehistory. 这条用混凝土玻璃做成的螺旋式走廊，仿佛一条通往历史的时光隧道，引导游客进入卢布尔雅纳的昨天。卢布尔雅纳历史里华美的片段，就以这样独特的方式，在风雨浸润过的断壁残垣、文物遗迹上
复活呈现。After it was built, this project was published a lot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newspapers, both only for architecture, but also kind of lifestyle magazine. Even now, after 10 years it was opened, this place is still alive, especially in summer nights when you come here. People enjoy the external area. Kids run around this ramp, they lie on the floor, sit on the floor, etc. So for us, actually, this matters the most. 在施贝拉的记忆里，博物馆并不是唯一可以了解城市历史的地方，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建筑的纪念碑。始建于前罗马时期的卢布尔雅纳城堡是这座城市的发源地。这座城堡曾是卢布尔雅纳的防御前哨。16世纪以后，在城堡周围逐渐形成了住宅区。18世纪，这座小小的城市逐渐远离了战乱，城堡作为防御要塞的功能消失了。卢布尔雅纳建造了市政大楼以及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城市的扩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这里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1849年，卢布尔雅纳开通了到维也纳的第一条铁路，使之成为斯洛文尼亚文化中心。每逢周末，施贝拉会来到城堡，聆听城堡教堂传来的天籁般的歌唱，在音乐中追忆这座城市的过去。行走在卢布尔雅纳，眼前展开的是一部以建筑书写着的城市历史。由教堂、市政厅等古建筑组成的老城区，是卢布尔雅纳最独特的地方。在历史上，这里沿着卢布尔雅纳河建造了大大小小30多座桥梁，它也因此被称为桥都。其中最具特色的地标建筑就是龙桥了。建于1901年的龙桥是卢布尔雅纳第一座钢筋水泥混合结构的桥梁，桥头四端装饰有青铜铸成的翼龙。龙作为图腾的原因起源于古老的传说，这只其貌不扬的龙作为保护神，成功抵御了外敌的入侵，因此被卢布尔雅纳市民视之为吉祥物。由广场、商业区、歌剧院组成的新城区，这里的建筑集中体现了从奥匈帝国到20世纪初的建筑风格。在施贝拉眼中，卢布尔雅纳就像一部优美和谐的交响曲，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在这座城市和谐地共处，历史与现实、传承与创新在这里达成了完美的统一。而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建筑设计师——约瑟夫·普雷奇尼克。1872年，约瑟夫·普雷奇尼克出生在卢布尔雅纳一个普通的工匠家庭。对卢布尔雅纳传统建筑的浓厚兴趣，为这个本应继承父业的孩子开启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普雷奇尼克曾游历欧洲，他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多种文化，这让他的建筑设计走向丰富和多元。卢布尔雅纳一直是普雷奇尼克迁徙的故乡。
当他带着对故乡的思念回到卢布尔雅纳，普雷奇尼克看到的却是一座被大地震破坏的面目全非的城市。普雷奇尼克知道，建筑不仅仅是房子，它还是不同地方、不同民族获得身份认同、寻求文化独立的方式。为了找回故乡的记忆，他接受了市长的重建计划。重建卢布尔雅纳对于普雷奇尼克来讲不是一项冷冰冰的工作，他要用带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唤起斯洛文尼亚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于是他将当地传统的建筑元素大量应用在重建的卢布尔雅纳中，以他最熟悉的建筑语言倾诉个人悠悠的乡愁，同时他将各种建筑艺术流派融入自己的设计中，使这座城市在视觉上贯穿着包容的气质。Also, he was capable with a very low budget to do very elegant and major kind of interventions, which you can still see today in the city. So, for me, he's was really a kind of idol in some way. 今天的卢布尔雅纳，大到整座城市的规划，小到一条街道的走向，处处都留有普雷奇尼克的印记。位于市中心的三重桥是普雷奇尼克的杰作之一。三重桥始建于1842年，是一座古老的石桥。1931年，普雷奇尼克对它进行了改建，为旧桥添加两个新的桥梁，既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也没有破坏古桥的原有风貌。三重桥至今仍是卢布尔雅纳最独特的建筑瑰宝之一。普雷奇尼克曾深情地将卢布尔雅纳称为中欧的小雅典，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思想、艺术和设计的力量。尽管相隔半个世纪，施贝拉和普雷奇尼克的设计理念对城市的理解却惊人的相似，因为他们在建筑设计时关注更多的是人与城市的关系。Actually, Ljubljana was not a very big city in the history, so it doesn't have this tradition of city people. Most of people, also my parents, my grandmother, she comes from a countryside. So basically, if you go around on Saturday and Sunday, mostly you see tourists, and all the Ljubljana citizens, they go outside to the nature. So basically, it's very well connected with nature, and this is for us Ljubljana citizens also very important. 卢布尔雅纳市郊小镇卡姆尼克是市民追溯传统、回归自然的好去处。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末，斯洛文尼亚传统国家服装节都会在这里举办。对于游客来说，服装节是了解斯洛文尼亚历史文化的最好契机。风格各异的民族服装充当了文化的叙述者，盛装出行的巡游队伍为我们展开一幅丰富多彩的斯洛文尼亚民族风情画卷。这个古老民族的气质弥漫于飘飘衣袂之间。来到卡姆尼克的人们还可以走进散落在小镇深处的私人博物馆，在那里发现更加鲜活的历史。今年97岁的尤斯普·萨德尼卡老人拥有一家比他年龄更古老的私人博物馆。这两间不足150平方米的房间陈列着萨德尼卡家族三代人收藏的千余件藏品，从德国的雕像到阿拉伯的烛台，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到中国的瓷器，对遗产的收藏和尊重
长期以来是卡姆尼克的传统。这小小的私人博物馆是眺望文明、抚摸历史的窗口，它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和审美情趣，构成了卡姆尼克独特的吸引力，至今仍被视作卡姆尼克的文化纪念碑。在尤斯普·萨德尼卡老人的访客里，陈小伟、季爱芬夫妇也许要算比较特殊的一对。他们是第一个定居在卡姆尼克镇的中国家庭，他们与尤斯普·萨德尼卡老人结缘于自己的中餐馆里。在尤斯普老人看来，经常来探望自己的陈小伟夫妇是友好的邻居，并不是陌生的外国人。每天清晨，陈小伟都会开车到熟食的菜场挑选一天的食材。菜场的工作人员已经熟悉了这位中国餐馆的老板，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寒暄，谈论今天的蔬菜是不是新鲜。当陈小伟满载而归，他和妻子经营的这家名叫香港的中餐馆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老板娘季爱芬用流利的斯洛文尼亚语和客人们交谈，而在15年前，当他们从浙江青田来到斯洛文尼亚时，还是语言沟通都有障碍的异乡人。季爱芬在当地一家餐厅打工，由于不懂斯洛文尼亚语，和客人交流起来并不容易。斯洛文尼亚人对这个中国女孩却十分友好，他们善意的笑容鼓励着她在这个充满包容的城市定居下来。1997年，季爱芬和丈夫陈小伟在卡姆尼克镇租下一间小小的店铺，开了当地第一家中餐馆。餐馆开张那天正好是中国的国庆节，大红的中国灯笼挂在了店门口，吸引着小镇居民好奇的目光。餐馆的厨师是季爱芬和陈小伟的同乡，来自浙江青田，他们在这里为客人烹饪传统的中国佳肴。这个充满中国情调的餐馆已经成为小镇生活的一部分，当地人不仅爱上了这里的美食，不少客人还和陈小伟、季爱芬成为了好朋友。在这个卡姆尼克，我有很多很多的客人，都是客人，现在就觉得好朋友了，像一家人一样。Dobar občutek. Mislim, da smo prijatelji, dobri, da sta poštena, pa da sta zanesljiva.陈小伟一家的经历并不是个案，在距卡姆尼克镇不远的首都卢布尔雅纳，这样的故事常常上演。历史上，斯洛文尼亚的部分领土曾经长期隶属于周围的欧洲政权，这也使得多样的文化传统在这里交汇并得以延续。历史也似乎格外钟爱卢布尔雅纳，20世纪的纷繁时局也没有改变这里的宁静与美丽。南斯拉夫联邦时期的斯洛文尼亚是6个加盟共和国当中最富裕的一个。1980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逝世后，斯洛文尼亚政府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1991年，斯洛文尼亚脱离联邦，正式宣布独立，并随后成为欧盟成员国。So, Ljubljana of my childhood and teenage areas was different than now. Of course, we were before 20 years ago, let's say, in a different system and in different country when we were Yugoslavia at that time. So it was, of course, very much different than it is.2008年，施贝拉为卢布尔雅纳的年轻家庭
设计了一个名叫迪特利公寓的社会住宅项目。这个项目是卢布尔雅纳现代市区的一部分，是由斯洛文尼亚国家住宅基金投资建设的，目的是支持当地年轻家庭能够独立购买物美价廉的住房。施贝拉非常清楚一个温暖的家对于年轻家庭的含义，尽管预算有限，他想通过自己的精心设计为卢布尔雅纳的年轻家庭提供一种高质量的城市生活方式。We believe that people here in Ljubljana like to live externally as well. Like before I mentioned, they all come mostly from the countryside, so everyone dreams about having a house with a garden. So we offer them at least a balcony and a loggia to somehow enjoy this external space as well. 这些看得见风景的阳台成为迪特利公寓最舒适的所在。人们可以站在这里悠闲地欣赏城市景色，在这一刻他们能感受到卢布尔雅纳这座城市的气质。设计已经不再是一堆建筑材料的组合，作为一位建筑设计师，施贝拉用心体会着人的需求，从人文角度为建筑赋予内涵，让这小小的90平米空间真正具有家的氛围，爱的温度。I would like that we would have opportunity to make beautiful buildings as well. So for me, a good quality is still that architecture within the city is integrated in the city pattern, and I hope it will stay like that. 每到周末，施贝拉也会像大多数卢布尔雅纳家庭那样，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来到位于郊区的别墅，在那里度过美好的时光。他享受这样的时光，因为他相信自己作为建筑设计师的身份，正是为了给更多的卢布尔雅纳家庭营造这样充满温馨和爱的空间。在异乡，陈小伟一家还保留着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每天忙完餐馆生意之后，陈小伟、季爱芬一家三代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是这个家庭最温馨的时刻。虽然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理想也不尽相同，施贝拉与陈小伟夫妇却保持着同一个习惯，和许多斯洛文尼亚人一样，他们喜欢在闲暇时安静地眺望着他们深爱的卢布尔雅纳。在世界的版图里，仅有2万多平方公里领土、200万人口的斯洛文尼亚并不醒目。只有当你踏上这个美丽国度，置身于雪山、湖泊和星罗棋布的喀斯特溶洞间，漫步在古色古香的小镇上，才会发现这个国家正在向所有愿意了解它悠长历史、灿烂文明的人们敞开胸怀。从波斯托伊纳迷人的地下溶洞，到静谧如天堂的布莱德湖，从散发着历史芬芳的卢布尔雅纳，到自然淳朴的卡姆尼克小镇，斯洛文尼亚的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气息。大自然赋予的美丽和神秘，带来多种文明的交汇。我们可以在斯洛文尼亚看到不同外来文化留下的印记，他们在这里和谐相处，也让这个国度更加充满活力。无论世界如何更变，这个斯拉夫文明的繁衍之地一直生生不息。